我想起我现在出去，因为我约了黄友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去桂林，确实是有事。以前这两位朋友的话是比较照顾我的，然后我一年多来都没怎么跟他们联系吧，然后也没有说什么见面。去年过年的时候本来是想要去他们那边的，后面的话就没有去，各种原因没有去拜年嘛。然后现在刚好中秋节回来，我就约他们吃个饭嘛，表示感谢。朋友们肯定是在猜男的女的啊，男的啊，可以跟大家说是男的，但是他们都是结婚的成家的，我跟他们的老婆都认识的。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需要去读挣钱嘛，所以说我接触的男性朋友会比较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老婆都是顾家的，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做生意的。有一个朋友是开那个家具加工厂的，还有一位他是开幼儿园的，不是说我小孩怎么是读幼儿园认识的啊，你们又会有人瞎带节奏了哈，不是的哈，是我认识他之后我才知道他开幼儿园的啊。有的朋友会说廖总怎么会这么好心呢，是钱说借就借啊。其实廖总他也不是第一次借钱给我了，以前去年是前年吧，我不太记得了，但是我已经还了，那时候我比较困难吧，然后我就给廖总发了个信息，我说廖总能不能这个70000块钱给我周转一下啊，过段时间我就还给你。然后后面他啥没说啊，他没有回我信息，他就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我打电话给你呢也不是说不借或者怎么样子的，我就想确认一下你有没有被绑架，你是不是被敲诈勒索了，你要吃70000块钱来干嘛。然后我就告诉他了，告诉他什么原因，然后他下午就叫他们公司的财务给我转了。其实廖总他是一个蛮好的人哦，他们家条件是很好的，10000块钱对他来说的话不是什么钱吧，就是把我们当真心朋友来，他觉得借给你能帮你解决困难的话那也没什么。其实确实是哈，廖总是人还蛮好的，就是大家看也看得到是吧，性格啊这方面啊骗不了人的，格局啊都是比较大的。他知道老谭现在之后呢，他也没有说瞧不起啊或者怎么样啊，不跟老谭来往啊，不跟老谭合作啊什么的，这种东西是吧，他也觉得这都不是事，过去了就好了。带的月饼，哦吼，这个有点打开了。给他们带的礼盒，是拿上去给他们，还是等一下下来再给他们？这是我特配的，有全部都是用最好的饼，然后口感都是口味都是给他们最好的口味，我喜欢的口味啊。这是一人一盒，数一下有没有漏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应该没有 OK， 要不就等一下走的时候再给他们吧，现在拿上去太多了提不动，又开了，等一下再拿上去给他们吧，现在等一下我怕拿不动太多了，去楼上等他们，已经过来了差不多都到了。